做好了，算是一个系列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好看，能把这个挡住的好看。妈应该开始了，三二一。Hello， 早上好。看我眼睛中间这个，这就是我前两天发微博的时候说，龙哥在床上躺着无聊，然后他捏我的鼻梁说给我开天眼，然后早上起床我发现就有了这么一道红印，这已经有两三天了吧，还没消，可怕。我今天打算要去接我表妹，然后顺便去整一下头发，因为我头发尴尬期实在是太丑了，本来说考完试去整的，但是我丑的受不了了，所以我今天去接我妹妹的时候顺便让她跟我一起去整整头发，然后我再去超市买点东西，然后出门再跟我妹妹吃个饭。对，那我现在先化妆，化好妆啦，我现在就要出发啦。我今天穿了一个这个西装，然后打算一会儿在外边再套一个那个大衣，因为这两天真的很冷，从昨天开始突然变冷了，然后还一直下雨，不过现在没有下雨，今天天气要比昨天要好一点，昨天真的超级冷，今天应该也是，所以我要在外边再套一个大衣，就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全身。我今天就是穿了一个西装，一个大衣，然后这个样子要出门了。我现在已经到我表妹学校了，因为他们学校好远，在大西边，我们家在东边，所以我就相当于穿越了整个郑州市来接她。说不定还有姐妹跟我表妹是一个学校的，当个大学生可真好，现在才11月份，她就可以放假回家了，就不用上课了。主要是他们学校让去工厂去实习，然后她就不想去嘛，感觉就是那种流水线，然后他就觉得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，所以他就不愿意去，就决定回家了。我现在在门口等他，然后接上他之后我们去吃饭。开车呀，接上我表妹了，然后当然就是我表妹开车啦。接上我表妹之后，我就是既有了司机又有了保姆，对吧，都是免费的，只要管吃管住就可以。我是个管吃管住的好姐姐，她是一个既当司机又当保姆的好妹妹，姐妹情深。我们现在到了，我刚发现她楼上是卖衣服的，然后这边是餐厅。嗯，对，两位。里面请，里面有位。好。之前去过。哦，这边可以坐的。咱坐哪？坐。对，都可以。都咱坐这儿还是坐这儿？好，我看一下。坐那边吧，那边。这个吧。他们家的环境还是。好，谢谢。这边就是应该喝下午茶都坐那边，然后我们坐那边吃饭不太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坐在了这边。
看到做头发的地方吗？我剪完头发出来了，就是剪齐了，因为那样的话就很难留长头发，所以我就剪齐慢慢留，然后来买一杯奶茶。正红城那边，然后先去超市买点我要吃的，明天要吃的买点拉面，买点什么东西的，明天自己在家做饭吃。因为最近这几天天气不太好，然后就不去我婆婆那儿吃饭，就自己在家做点。我们刚来超市这边，然后看到带拍大头贴的，然后我们说来拍一个，这螃蟹也好看。我要带这个粑粑，那你带粑粑，我带鱼，我试试。这个呢？我带了一个这个鱼，把头发弄好，还可以，可以吗？这个开始冲台，我都可以，你看你，我可以。哎呀，我的头！他马上又该开始了，我操！马上又该开始了，三、二、一。好、哦，他还有时间。选了这个蓝色的这个，好嘞，有粉色，有蓝色，但是感觉蓝色好像好看一点，是吧？这算紫色，蓝紫色吧，打印了。嗯。它出来了。酱酱呀，酱酱，到家要卸妆了，这就是我今天弄的头发，然后穿上这个睡衣就更像一个小孩子了。我还染了一个颜色，这个发型从我小学6年级之后就再也没有留过这样的发型了，但是这是为了留长头发，所以必须先把我那些碎头发给剪齐，然后再才能继续留，要不我的头发太碎了也没有办法剪什么造型，所以就剪了一个这样的。卸妆我用这个，就是我上一次开箱的这个卸妆膏，这个味道闻起来很奇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味儿，反正我不太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卸妆力度是挺强的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太油了，而且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。不过还好了，它也算是好用这个范畴里面的。但是它是用纱布擦的，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用的，擦掉了很多。
是昨天买面包他送的叉子，试一试，感觉这个质量非常的不好。这就是个冰糕棍儿，我还是不用它了，我觉得用手拿着更方便。给你们看看我之前在网上买的那个手机壳，这个是手工的，然后就等了挺长时间的，等了有半个多月吧，终于发到了。这个里面是一个耳机壳，这样看是不是很好看，很可爱，好看吗？然后这个是一个小卡片，就是说注意事项，然后收到壳晾干24小时之后再用。噔噔噔噔，第一个是这个，这个跟耳机壳是就是算是一个系列的这样的。哦，这是软壳，好看，好看吗？把我手机壳换上，这个手机后边没有这个标志就好了，没有这个标志我觉得会更好看。这个苹果的这个标志真的是太丑了。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戴上之后是这样的，哎，这个把那个标志盖住了呀，这样的好看，能把这个挡住的好看，这个很满意。这是我之前买的这个手机壳的材料包，自从我换了白色手机之后就更喜欢手机壳了，因为我之前那个手机戴什么手机壳都不好看，换了白色的之后戴什么都好看。先看一下步骤，哎，为啥我机灵比它的做好了，整体看上还行，就是这有气泡。哎，为什么没拖地？啊，那个那虫呢？啥虫？还没巢嘞，巢子去了。我刚一直跟着物业接，啥时候巢？我这得要拖嘞。虫什么？虫那个不得先扫一遍吗？这个就做好了，虽然很丑，但是我的一片心意，对不对？妹妹喜欢吗？你说喜欢？喜欢，真好看。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你的。本来说放这个的，但是，放上也好丑啊，不放了。然后他说放这个，其实这个放上还行，但是我不想给他。
浪费。所以就这样吧。这是我表妹刚刚榨的番茄汁，我尝一尝。还挺好喝的， get 到一个新技能，以后可以榨番茄汁喝。美白。我的这个西柚养乐多，柚子养乐多有点失败。不过还好，给养乐多调了个味儿，柚子味的养乐多。你是自愿拖地的吗？是。我强迫你了吗？没有。拖地开心吗？开心，我最喜欢拖地了。我表妹让我去接她的时候说她要来我家当免费保姆来干活。来观摩龙哥做饭了。嘿、hey。现在做的这道菜叫西红柿炒鸡蛋。炒番茄鸡蛋烙饺好吃。给大家介绍一下龙哥做的菜。
这个是青菜豆腐，但是这个豆腐我表妹买成了不知道什么嫩豆腐，一炒就碎的豆腐。这个是好姜啊，这个是番茄鸡蛋，这个是炒的叫啥？爆炒牛肉。爆炒牛肉，然后这个是我昨天在超市买的那个，就是我非常爱吃的，我忘了它叫啥了。然后这是龙哥煮的红薯粥。龙哥做的饭真好，真棒！以后我们家做饭的事儿就交给龙哥了，对吧？开工资都中。